欢迎来到2019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入围赛的抽签仪式现场，各位线上的召唤师们，早安、午安、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任栋。那经历了各个赛区的季后赛争夺之后呢，13支冠军战队将于五月再度集结，捍卫本赛区的荣耀，向本次的季中冠军赛奖杯发起冲击。那么同样的话，在今天抽签仪式之前的话，我们先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本次的赛程和规则情况，一起来看。大家好，我是西普，今天为大家带来2019季中冠军赛的赛制分析。本次大赛将会由来自全球的13支队伍参加，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入围赛阶段、小组赛阶段以及淘汰赛阶段。首先是入围赛，这一阶段将于5月1日至5月7日在胡志明市举行。13支队伍中的8支将会按照历史成绩和比赛实力挑选出来，从两个抽选池分到两个小组里面去。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抽选池的情况。其中在一号池里的是来自土耳其赛区、越南赛区、东南亚赛区以及独联体赛区春季赛或者第一赛季的冠军。在二号池里的是来自日本赛区、拉丁美洲赛区、巴西赛区以及大洋洲赛区春季赛或者第一赛季的冠军。这些队伍将会展开双循环赛制的单场胜负赛，随后每个分组的胜出队伍要和北美 LCS 或 LMS 的代表队进行角逐，胜出的队伍可以自动晋级小组赛阶段，而失败的队伍则要继续比赛争夺最后一个名额。小组赛将于5月10日在河内开赛，获得名额的三支队伍要和欧洲赛区、韩国赛区以及 LPL 赛区一同参赛。前四名队伍将会晋级5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台北进行的淘汰赛，届时我们将会揭晓2019季中冠军赛的冠军。哪支队伍能够力压群雄，请关注5月1日开始的入围赛，我们越南见。好的，那么在介绍完了规则之后的话，我们也是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抽签的两位嘉宾，大家也是非常熟悉来自 LPL 赛区。首先欢迎 Snake 战队打野选手 Sofen。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 LPL 苏宁战队辅助选手 Sark， 欢迎蛇蛇。同样在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面前的一号和二号池，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规则。那么我们已经根据过往的战绩以及最近的表现，将八支战队分配到一号池抽签池和二号池抽签池。先抽一号池，抽出来的前两支队伍进入 A 组，后两支进入 B 组。再抽二号池，抽出来的前两支进入 A 组，后两支进入 B 组。那么在介绍完了相关的抽签方式之后的话，让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号、二号池究竟有哪些队伍。一号池的战队分别是来自于土耳其赛区的1907费内巴切，来自于东南亚赛区的 MIGA 战队，来自于独联体赛区的 VEG 战队，以及东道主越南赛区的 PVB 战队。二号池则是来自日本赛区的 DFM 战队，来自于拉丁美洲赛区的 ISG 战队，来自于巴西赛区的 RNTZ 战队，以及来自大洋洲赛区的 BMR 战队。好的，介绍完了以上信息之后，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启今天的入围赛抽签。首先有请骚粉。1907费内巴切，这是1907费内巴切第二次参加大型国际赛事的入围赛阶段。他们曾在2017年全球总决赛入围赛中成功突围，成为当时非五大赛区战队中唯一一支杀入正赛阶段的队伍。在2018年两个赛季中 FB 均未能打入本土联赛的决赛阶段，但是今天他们卷土重来，于决赛中3-0强势战胜土耳其豪门 SUP， 再次回到了国际联赛的舞台。有请骚粉继续抽签。
身份是 YG 战队，他们曾经参加了2017年全球总决赛的入围赛和2018年全球总决赛小组赛，这支队伍历史上曾经两次获得了越南赛区 VCS 联赛的冠军。他们在本赛季决赛中3-1击败了另外一支越南豪门 EVS 成功夺冠。 PVP 的阵容和2018年得了本次的第一次冠军，成功是终结了 Gambit 对 LCL 联赛的统治。在 LCL 春决的决赛中，他们以3-1战胜了 EPG 晋级本次的资格赛。好的，那么我们在抽取完了一号池之后，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号池 AB 组的一个分组情况。A 组的话，1907费内巴谢 PVB。B 组 Mega Vega。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二号池，接下来有请 Sword 为我们抽取。ISG 战队 ISG 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智利的老牌战队，是拉丁美洲历史悠久的队伍之一。拉丁美洲南北赛区于2019年合并，并且成立了 LLA 联赛，那么 RISG 则成为了 LLA 历史上首个联赛冠军。 ISG 在本赛季常规赛中仅排第四，但是季后赛一路披荆斩棘，最终3-1力克强敌 R7， 成功晋级本次的 MSI 资格赛。有请索尔继续抽取。BMR 战队 Bombers 的前身是 OPL 老牌战队 Abbey Esports， 他们于2016年夏季赛加入大洋洲赛区，那么但今年从未取得过前五名以上的成绩，但这个赛季 BMR 成绩一飞冲天，在 OPL 总决赛中3-0横扫了击败了 ORD 战队，终结了 Dire Wolves OPL 联赛的统治。接下来请 Sword 为 B 组抽取。RNTC 战队 RNTC 是巴西赛区的豪门战队之一，他们已经四次夺得了 CBLOL 联赛的冠军。相比参加入围赛小组赛阶段的其他队伍， RNTC 本次的决赛过程较为艰难，在3-2艰难击败了 FL 战队之后才得到晋级。 RNTC 曾经参加了2016年全球总决赛，此后也是经历了升降级赛的考验，那么期待他们本次季中冠军赛。有请 Sword 继续抽取。DFM 战队
DFM 是日本赛区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战队，他们已经五次捧起了 LGL 联赛的冠军奖杯，坐拥诸多海内外优秀的选手，曾经在2018年全球总决赛入围赛阶段成功晋级，并且是成为了日本赛区唯一一支突破了小组赛阶段的队伍。 DFM 在本赛季 LGL 决赛中3-0横扫 USG， 再次剑指世界赛。好的，同样我们也是再次感谢 Sofen， 感谢 Sorak 为我们带来了本次的入围赛的一个抽签。那么同样的话，也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抽签的话，分别是两个小组将会是有一个晋级情况。那么 A 组的胜利者将会对阵 Team Liquid， B 组的胜者将会对阵的是 Flash Wolf。 那么同样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5月1号起将会一同进入到本次的2019年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的直播。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B 组的一个抽签分组情况。 A 组分别是1907费内巴切、PVB、ISG、Bombers， B 组分别是 Mega、Vega、RNTZ 以及 DFM。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抽签仪式结束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全球的召唤师们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2018年全球总决赛 IG 冠军皮肤将于北京时间4月24号早上至6月6号下午在游戏内上架，供大家可以购买。 IG 战队的每一位选手都从世界赛所使用的英雄中挑选出了能够代表自己的标志性的英雄，分别是 IG 卡米尔、 IG Fiona、 IG Aurelia、 IG 卡莎、 IG 勒夫兰以及 IG 洛。同时我们还会为每组皮肤推出特别版的签名礼包，其中包括了一套带有职业选手签名的读取画面边框，买就完事儿了。那么本次就是以上2019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入围赛抽签的全部内容，我是任栋，让我们本次 MSI 不见不散。